巧克力苦力怕、啊、苦力怕在旁边穿上衣服，有皮革衣服，有稿子、嗯、有怪有苦力怕，不对啊不对，好不对 啊小雨你后面天哪、啊、暂时夜市只是暂时的，嗯，要过来吗？要过来吗？那个繁星，你左边我左边，用什么？我左边有那个僵尸，我已经先跑了，完成，我 safe， 快过来快过来，小雨你直接冲进去，冲进去！好，东西来了，我们是树苗哎、欸！我不调荧幕，我什么都看不到。有橡木块啊，有橡木块，有火把，有。嗨，反击！嗨，对，而且有橡木，我们的稿其实挖超快，很爽，真的。可是它只是金稿而已，不是？可是它不会坏掉，不会坏啊！对，它不会坏，它是不灭的狗。它很爽，我觉得这还不错。哎、这种制定还不错哎、欸。嗯，可是金稿要注意，我记得他挖掘等级没有很高哦，就不能挖那个矿物，也至少可以吧？我忘记了，要挖开是不是？好，他好像是木稿等级耶，嗯，我记得是不行，他最多只能挖青金石，碳可以，碳可以，因为碳木稿挖得起来，碳对啊，所以要把它当木稿啊，嗯。那我们先分开来，是不是？你们在一起是不是？对，我们分开。因为我刚刚马上直直往下挖，我以为大家会灭团，没有，没灭，没灭，只有小野被咬了两口而已。对，我一看到小野被咬，我就觉得大事不妙，赶快先走。小野要发财了啊！发大财！哇！你们前面也有僵尸哦，把它堵起来，把它堵起来。有铁，赶快来我这儿，往下。哦，看到了，我来挖。感觉怪怪的，来了，好不习惯这个材质哦。我挖下来又一个洞啊，白还有洞中有洞啊，哇！你们等一下下来稍微小心哦。那个、欸，工作台要省哎、欸，不要做，一个人做就好。要先做石膏，一个人做。要先做石膏。对。哎、欸，你工作台有做吗？我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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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行不行？好，等你们来啊！我做石膏，我做石膏。好，你们可以看我 ID 吗？没有，你在哪里？哦，我看到在喵哈那个方向。对，下面我在你们下面一点，来，看到这里有大洞，有铁。我们在挖铁了。我们这边有铁。我这洞洞很大。哇，我为什么是咬我？繁星，干什么？巧克力耶、欸！你小心，你小心！没有没有，不在我这。这是杜宇总有点硬啊，是因为我们拿稿子敲他、欸。又一只哦，又一只哦，注意哦！啊！你不要靠近我。所以他这个也是挖了会产生杜宇。对。不要！哎、欸，这个杜宇真的有点硬啊、嗯，不是我在讲啊。你们！哎、欸，又一只，越！怎么这么多只啊？这么多，快！那个喵哈合成糖，快走！你们到底没有？我在放铁进去哦。哎、欸，喵哈，你在干嘛？啊？你不是说偷合成糖啊？你不是说合成糖要带走吗？我说我要干走啊，结果你哎、欸，我的木头被你偷走了。还你！就是你，还你！哎、欸，这样做盾牌也很痛哎、欸。哇，一二三四五六，就刚好一个盾。哇，嗯、可是盾牌必备的。必备啊，所以有些应该盾牌无法了。我那边，我这边下去有大地方可以那个。我们有土吗？土啊，前面外面吧。地方有一块地，前面这里，我这里下去。哦、那边有，我有盾牌了，我有盾牌了，铺好了，稍微小心一点啊。好，那我做时间好了。那你要不要干脆直接做铁剑啊？要，我做铁镐，你们就不用再做铁那个石镐了。所以我刚刚是先等雨月弄好啊，雨月有做铁镐啊？还是啊？你做铁镐，那不然就是铁都给你好了。我做石镐，我铁镐还没做。水桶怎么做？因为那我做一个师傅哦。我谁要做铁镐？我这里做石镐，我做铁镐，好，我种树咯。好，那我挖碳咯，插火把工，碳早就可以挖，不要插，没事。啊，对，还有木头也没办法做碳哦，火把。
看打死你要去找那个吧，骨头人护工。这边可以种树吗？可以啊，可以啊，高度可以啊，高度可以啊。你挖不到天花板就是可以啊。哦，好。你挖不到天花板就可以了。你要给他点亮一下。哦，这边火把。被飞蚁入侵，对呀、啊。这好酷哦，洞中洞哎、欸。底下还有哎、欸。对，底下还有，哦、好大哦。我说新增蝙蝠咬人呐、啊。哎，现在洞窟，现在洞窟的声音是不是变杂讯了、啊？我听到很像杂讯的声音呢、欸。真的假的？那个熔炉要不要拿到那个大地方？熔炉、哦，好，我去拿。好。我这里又挖到好多好多铁了。我往下走一下，这下面什么都有啊。铁镐，除非必要再用铁镐吧，这样吧、嗯，不是这样做。就是你们先不要做铁镐、哦。啊，我你在用吗？我要挖下去了。你挖。熔炉先放下来啊，下面很多铁。嗯，作者说可以做堆肥桶，然后刷那个骨粉再走。可是你要先有一些东西可以放堆肥啊。对啊，你要有东西放堆肥呢。做错了，树叶为什么？我看看。拿花吗？有，哎，枯光声很重要，枯光声，枯光声。我看到枯光了。上啊。可是我只有稿子可以弄它。你先引开它，然后叫。那在哪里？我去。哎、欸，巧克力后面。在我这边。巧克力怪，巧克力怪。等，这里铁，我还是先挖完。摊铁。这边。挖完。我看到繁星。他在底下。好，那繁星铁先给你27个，你先回去烧。抱歉，安全下去。今天不行。好，小心喽。喂，哎、欸，有过，没有骨头，哇，而且那边就界外了，嗯，欸、哦，在这，啊，那个嘞，堆肥桶，你要摆出来吗？欸、没关系，一只没有，还有一只，他要，嗯，他也是要木头才能做那个桶子，哦，4个栅栏，3个木材，好，两根骨头。哦，回破，没事没事，我这，哦，哈基受伤了，有四股，哦，可以，对，而且完了，火把已经没了，好快，还有啊，哦，我这边有，那我用四股跟你，我又挖到一个新地方了，我刚刚下面也有很多，而且刚刚就20多个铁了，还行，有烧烧哈，在烧啦。哦、边界，我看到边界了。对，我们这边很靠近边，所以还是要到安全地方。那、嗯、哈，嘿，火把，我给你四股，交给你了。好。啊，火把呢？火把。哎、欸，要往那边挖、欸。你要啊？给你火把。先，对，先去那个嘛，找 X 轴安全的。那树苗，我要不要？我骨头要又吃了。等一下吧，你直接先。你先撒了吗？你要撒就赶快撒。我先撒吧。最右边那个是巧克力先放的，看你要不要。哦、你说这个吗？对，嗯。你一次撒，我们要一次撒，要一次撒，要一次撒，你不是慢慢撒。一次撒。哇！有，哇！你怎么要游泳？有，你怎么游泳？是。别说趴下啊！边界不用怕，另一边直接就可以到地底了。你要用剪的剪那个。为什么我刚突然变矮了？用剪什么？剪啊？对啊、哦，因为你被树叶压下来。哦，所以现在，哎、欸、哎、欸欸、小雨刚刚、欸、没有，我先往下，我先往下，这里是不是树叶可以堆肥？因为，嗯，你们自己小心哦。要做剪刀不是吗？对啊，要做剪刀。啊，铁嘞，捐款了。我这也有，我这也有。等一下。做剪刀，我先放一个木头，支撑它的树叶。冷静。那我还要再拖个吗？还要铁旁边洞往下哦，这边是界内。继续啊，我们可以在这边耗一下。好，那我中这个，一二三四。哦，有了，捡。哦，交给喵他就没问题啦。堆肥专家。好吧。洞窟专家。你们知道我说的洞窟在哪哈？我知道，我在洞口。对，好，那我再这个最后三个，笑脸走过我面前，哇，要游泳了，我在捡，熔炉我也都带下去了，有木头我们暂时够，可是我们没有树苗，对不对？有啊，有树苗，还剩一个，这样还有，最后一个，嘿，没了，好，我有树苗啊，
没问题，没问题。啊、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有九个原木了，暂时够了，暂时够了。再说喽、啊，你们要小心哦。好、啊，走走走。我们这边铁资源很多啊，很充分。好，谁还没有盾牌？还没有盾牌？我，哎，没盾牌的发两个原木。我只拿到一个，我需要一块铁。你要铁，你要去找巧克力。我只拿到一个原木。我有。啊？我丢两个出去了、欸、在我身上、欸、你被小雨吸走熔炉很多铁啊哎、欸、而且线啊没有哇哇这真的好酷哦这种弟弟那你就做这样感觉还不错哎、欸、这里都这样子玩吗还是这个对啊我听到那个洞窟的声音哇哦那这样现在应该可以做石稿没关系了。对，可以做特兰提斯。你要直接做，就直接做铁稿啦。对啊，就做铁够吗？够啊。其实也是可以省啊，毕竟我们每个人都要铁装的话。哦，哎、欸，我好挖到那个、哦。我省一下好了，我先做石。我挖到废矿喽。好。哦、然后先回来找焦铁。啊！我有这水。啊！我挖，加油。怎么了？没有，那个堆肥就是跟赌博一样的东西啊，它有几率才会有一个抽奖，对，才有几率会增加一格。皮革窗他吃不吃啊？我来堆肥看看。不行啊，他不吃。没了，有没有？还有没有木头？还有一点点木头，我这里还有。我要棒棒，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开始慢慢说喽，来这边，谢谢。好了，你、哦、这个铁的位置也太尴尬了吧？你上要骨头的。可是墙来了，墙！哎哎哎哎哎！快走啊，走了，凑墙墙，凑墙墙！两分钟后要继续说，要去先跑，先跑了，先跑了。那我要走了。哎、欸啊，人呐、啊，人呐、啊，人呐、啊！我、啊、怎么了？后面有人，后面有人，后面有人。那个，那你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大家卡卡卡卡，不行不行不行！他们装也太好了吧？对啊。为什么他好卡哦？我看看他们超卡的，没有看他们突然跳起来啊！不行啊！神喵、啊，没有他都一刀一个，一刀一个砍他们一刀一个，啊、快！啊！一刀一个，不要狂挥，不要狂挥，不要狂挥！啊！我刚刚整个在挖铁就哈，他们从哪来的、啊？不知道哎、欸，我没看到，被奇袭一波了，可惜。嗯，我刚刚看到底下有 ID 呀、啊。上去吧，因为显隐藏比较多东西。哇，你这么多手还有堆肥箱啊？堆起做出来的吧？没看到人呢、欸。还在搞堆肥，还在跑来跑去。哦，上面哦。这里应该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堆肥吧？树叶、啊、有啊。这可以干嘛、啊？哦，所以你们是刚好看到火把是不是？啊、哦，亮亮的，你们亮亮的，就是右键把它放进去，放进去。哦，右键哦。对，因为我们在跑圈，拿着右键点的。跑圈看到亮亮的，哎哎哎，巧克力耶！恭喜恭喜恭喜！我们从华山一起过来的。啊，好帅啊！打瓦，你先打我们另外的人呐、啊。这可以干嘛？刚刚第一个看到你啊，可是你后来粉了。堆肥堆满就会给一个古板，很帅啊！我们是一个古板啊。嗯，哎，这样子好酷哦！对啊，真的蛮酷的，用心用心。一开始有点可怕。我们刚刚还挖到，你看那个下面还有废矿，我们正准备要往那个废矿走，结果你们就来了。哇，接收太快了，这个毕竟快一点会比较好玩。这个地图废矿很多，还有那个深怪砖也很多。嗯啊，还没来不及下去。地图玩慢的，我就知道。随便夹、啊，可以放，可以放，还有酷的地图，对啊，队友好凶，真的不错。哇、啊，边界，边界，多帅！要往哪走啊？边界来了，这个压了就出去了。我们一起数到三，一二三，冲啊！快！我那边核东西突然被打进去了。不是，我要讲人来了，他讲狼来了。哎、欸，讲实在的，刚刚在讲狼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你在讲什么。我要讲人吗？狼来了，讲错。你刚才有说开玩笑吗？不是他，我是预言家。玩错游戏了。狼来啊！狼来啊！
来呀、啊！他说太快了，我们不得不过来。真的，不然也想要逛一下，挺好玩。对啊，这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玩，可以慢慢逛啊。尤其是被边界夹，看到后可以转向啊。对呀、啊，而且边界已经来了，边界来来不及了。不是，你们可以不要动左键啊。对呀、啊，那就会变成我们被你们动左键了。我们只剩你的洞可以看了，没办法了。要看是谁擦亮的啊。不知道，突然就看到有人的洞在发亮了。我的洞都是很亮的，指引你们进来。不会让你们迷路。大家的灯塔是不是？哦，明月看起来很正常。普通地图啊，普通地图啊。哦，晚一点再来 Underground。好好。那下次如果做空岛啦，会不会玩过了？有已经玩过了，空岛。